Hello，大家中午好。拿到了一款新纸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它来折叠什么，能来测试这款纸的一些特性。这一面呢是有这种，很漂亮的斑纹的感觉，然后另外一面呢是纯色的。我想把这个彩色的画面呢用在外面。然后这个纸的克重呢，大概是一个40到50克之间的感觉，想用它来折叠一些稍微复杂的作品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合适的推荐的话，可以评论区留言一下，然后近期来折一折这个纸张。如果还不错的话，我们后期就采购一些。OK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喽，拜拜。